我是记者小军，是不是很好奇我今天为什么会穿成这样呢？我现在人就在新加坡警察部队保卫指挥处总部，这些在维护我国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成员，平日是接受了怎样的训练？这就带大家一起前去了解吧。保卫指挥处的人员都经过严格的基础训练，也配有火力较强的枪械，随记者前去一探究竟。期待期待，不过我觉得我表现不会很好。对，咦，还看戏的瑞德，喂，你好喂，都是明白，你好喂，你好喂，你好喂，就在搞事。OK。很累，很喘，而且一定不好，且一定不好，且一定不好。这个是我的成绩，我刚刚总共射了四发，结果有三发中靶，最后一发射到哪里去了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整体的体验呢，就是那个枪械非常的重。我现在两只手都是颤抖的，刚刚的整个四发射击的过程当中，我还需要警员帮忙，就拿着那个枪械，要不然都没有办法顺利的瞄准。证明什么呢？证明我要去多锻炼了。